好，广告呢有阿妹这位超级巨星在幕后配音，而我们现在要看到是有另外一位超级巨星要诞生了吗？这是小胖林育群了，他现在美梦成真，因为他今天签约唱片公司就成为了苏珊大婶的师弟，而新专辑要在7月份发行，制作费还超过了1000万台币，而记者会是选在这个举办世博的上海，理由是要把小胖打造成国际巨星。唱了无数次，小胖一开口依旧震撼全场。好声音以后不止选秀舞台听得到，小胖美梦成真出唱片，还是苏珊大婶的师弟。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就是能够当歌手，甚至出唱片，就我很 enjoy， 我很享受，我很乐在其中。只是从素人变明星，水土不服大有人在。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还蛮没有烦恼，就是能够吃饱睡饱就好了。小胖自己没想太多，但待遇可是比照国际级巨星。7月发新专辑，制作费1000万台币，请来 Janet Jackson 御用金牌制作人，年底前还将举行全球巡回演唱会，超大阵仗也让人好奇，签约金有多少？签约金多少钱？我不知道签约金多少钱，因为都是公司他们那边帮我安排的。总是不能说的秘密，小胖笑眯眯的脸庞露出少有的尴尬，应付各种问题似乎也是成名后得训练的课题。郑秀、杨世旭、罗梅，上海采访报道。